今日会同大家一起来到分享创世纪几章的圣经，是很长的，但我尝试用一个故事的形式同大家来到分享。最近讲开安立女传道做牧师的事，似乎我们的焦点摆在是男呢女呢，其实更加重要一样嘢呢，不是性别。我自己本身按着圣经的教导，虽然我明明的知道神是希望那些弟兄愿意起身承担责任做问责的弟兄，因为这个是一个问责的，因为这个是神自己将来他问到有关我们在牧养的里面，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在机构的里面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要找的是弟兄去承担这个责任。但另一方面来讲呢，圣经亦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给我们看得见属灵领袖的气质是远比他是男是女更加重要。最近我都是继续不断来到看到很多有关一个属灵的领袖到底有些什么的气质呢，一些可以说整个世界都闻名的一些的牧者，包括到 Maxwell、Montgomery、Sanders 等等很多这些的人，不约而同提出下列一些属灵领袖的气质是非要不可的。第一个，他的品格，这个是领导力的基石。有人讲了一句话，大的事告诉人家你是哪个，唯独小的事告诉人家你是怎样的人。属灵的领袖是在一些小的事上面来到提出来，不是他做了什么大事，而是小的事。第二，品格是内在的，是表现在待人接物的生活方式上。第三，品格是要律己而严，待人而宽。我自己本身很多的时候当看到自己都有一些忽略的地方，讲错的地方，我自己感觉到圣灵有一种的催逼在我的里面，我是非要道歉不可的。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属灵领袖其中一个气质。神不是要求我们个个成为圣人，但是神是要求我们是愿意当心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忍住，你明知道是做错的了，你不要将它还摆在心里面，要将它搬出来交出来去承认。第二，魄力，一个领袖一定要热爱生命，他会注目在出路而不是困难，会注目在将来不是过去，会注目在改善而不是追究的上面。这些事对我自己本身过去一路有很大的提醒，以至到困难的里面不要气馁，一个愿意在逆境的里面好像绝望的里面愿意企出来承担责任的人，这些才是教会里面的领袖，这个才是 家庭的领袖。第三，委身，凡事亲力亲为，身先士卒，这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领袖。第四，承担责任，就是刚才我所说，如果真是有一些的错失，不要将那个责任推卸在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去极力的承担。第五部分，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他成为一个有效的领袖，他必须要沟通，透过自己的热诚去激励其他的人投身在一个行动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我自己都深深感觉到，如果我们多些沟通，真是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但是如果缺少沟通的时候，原来很多事我们可能想错的。第六个方面，
勇气，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我自己本身深深感觉到，在地上活着最重要是神的面，不是我的面。最重要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甚至不是教会的荣耀。如果我们做的事是为了神的荣耀，做啦。但如果我们不做那些事，是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是有亏欠的。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第七个方面，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他对过去有一个了然式的 hindsight 认识，对现在有一个清澈的 insight 一个洞悉。第三，对将来亦都有一种 foresight 的远见，能够作最坏的打算，又可以做最好的安排。第八个方面，他必须有广阔的心胸，用人之量。我继续不断，我都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教会当中任何的人犯什么错，犯什么罪，我们的对象，针对的对象是罪本身，这个才是撒旦的作为，不是针对人，是针对罪，目的是要挽回人。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耶稣基督他的心肠。第九个方面，将合适的人摆在合适的位置。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是我自己做了38年牧师，我仍然要学，亦都在过去的里面往往一做错的时候，亦都很容易很多的问题会产生。第十个方面，他善于把握机会。有人讲了个说话，他说弱者错失机会，智者把握机会，强者创造机会，最后人际关系。我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讲到教会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关系，我们同神的关系，第二人同人的关系。如果我们今天人同人之间的关系不妥的时间，无论事工做得几咁好，这间教会是弱的教会，这间教会不是神喜悦的教会。我有开始在恩福牧养侍奉第一日，我都讲了一句说话，就是我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一个教授语重心长跟我们讲的说话， Relationship is always the first word and the last word。在我们的事工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关系永远是优先，亦都是最后重要，这个这样的说话。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些的领袖是先天的呢，还是后天的呢？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属灵的领袖差不多等于身为一个阿拉伯人去了美国竟然成为总统。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不可行，可不可能，是没有可能的事，是就这样来到发生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领袖的气质包括有些什么呢？然后接着我们再问一问，到底这些的气质是后天的呢，还是先天的呢？是生出来就有的呢，还是慢慢在后天的里面学习信服谨守遵行培养出来的呢？这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身为一个犹太人，他是被卖成为奴隶去到埃及，13年过去坐了两次的监，但是我告诉大家，神竟然利用这个的约瑟是一个奴隶的这样的人，去成为整个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各种的抉择冚唪唥是由他来去主导。我们现在就看一看约瑟他这种属灵领袖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他和哥哥们的相处，是由他自己青少年的时代已经显露出来一些的角色。我们一起看一看他是怎样来到敬畏神，洁身自爱。首先读一读创世纪37章第2节，一起读。雅各的计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的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色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告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的仔女非常复杂，有两个妻，有两个妾，加埋是4个，然后生了12个。生了12个，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兄弟之间他们的关系。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是讲及到当时约瑟是尾二的，你可以这么讲，尾二的约瑟跟他那些哥哥一起牧羊的时候，他是一个青少年，跟他爸爸的妾毗拉色帕那些仔常常在一起。而约瑟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看到那些哥哥们那些恶行曳的事，如果你第日呢有机会再继续来到看看曳成点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是曳成点。约瑟看不过眼，就将他们的事呢打小报告来到给个爹地。我告诉大家听，你如果有兄弟姊妹，你做过这样东西，你知道做这样东西的结果是怎样呢？是人都知道，从今以后你都不用埋堆。11个兄弟得你一个不是，话嗰时咧，佢最细嗰个便雅悯仲未有份参与啦，或者10个哥哥，净系你有唔同嘅睇法，睇见佢哋做嗰啲嘢唔妥嘅时间，你就打小报告嚟到俾个阿爸，阿爸最中意佢啊，所以将件最靓嘅衫俾佢啊，彩衣俾佢着啊，然后跟住乜嘢都信任佢啊，带嚟嘅结果咧就更加惨啊！我唔知道大家你有冇谂过，到底人生啊？你冇晒你自己一个咁样嘅同伴，同你一起玩，同你一起嘢嘅呢一班嘅人，你嘅人生你觉得会点呢？喺今日呢个社会嘅里面，係冇人鍾意做一个离群嘅人，係冇人鍾意做一个呢唔能够埋堆嘅人，冇人鍾意做一个呢係人人都唔鍾意你，唔会同你喺埋一起，驚你唔知做咩打报告，然后跟住讲乜嗰啲嘢。会嘅。换句话来讲，当你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其实是选择一个孤单的生活方式。在你的同事，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同事。在你的同学，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同学。在你的街坊，亲戚，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亲戚，街坊。在那个时间，你能不能够坚持呢？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法，隻眼开隻眼闭，纵使见到他们是这样算啦。这最近美国的游泳金牌选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Lochte 讲大话这件事，结果带来是怎样呢？是一个好大好大好小的事。这件事就是什么？报假案，就是其实夸大了一些东西。去了一间加油站，去厕所的时间呢，个门即是太实，结果呢就整坏了个门，然后就损坏了一些东西。结果呢那些保安看到的时间就用枪指着他们，然后结果呢就谈的时间呢就赔偿了一些损坏的一些金钱。但是跟着做来出来的结果呢，就报告话呢是被一个冒认是警察的人用枪指着个头去打劫，拿了银包等等等等发生。
结果闭路电视呢全部将个真相披露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即是我们看到有一样东西即是很重要。如果那些同伴早一点话给他听，不是这样啊，你不要这样说，千万不要啊，然后跟着你就即刻澄清，你刚才是一个误会来的，什么什么，我相信个问题没那么复杂。好可惜没有。是直到被揭露了之后那些同伴才说得出来。个问题羞辱了自己，第二羞辱了整个国家。这个都是给我们看见得很不值得。弟兄姊妹，来到这个地方约瑟都是一样。如果他是同流合污带来的结果，当然阿爸就激死啦，而闯的祸可能会更加大一点。但他自己不是这样。跟住第二，他拒绝向波提佛的太太屈服，而且不想直情是拒绝与他一起的犯罪。我们一起看39章7到13节。这件事就是他卖了去埃及之后，神给他有机会就被送到去波提佛这个人的家里面做他的奴隶。但是他的才华就是做奴隶的时间显露了出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快波提佛就提升他成为家里面的管家。而这个家里面的管家是管到一个地步，过了一段的时间就除了即是他的太太没有交给他管理之外，冚唪唥一家所有的事务交晒给他来到处理。但可惜在那个时间波提佛的太太就看中了这个俊俏英俊有才能的这个约瑟，是因为这样他就好想跟他同床。而约瑟怎样回应呢？我们一起第7节开始读一读。这事之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但在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在家里并没有一个在那里屋里，妇人就拉着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的跑到外边去，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这段的圣经你可以这么说，约瑟如果他顺顺从从顺顺服服偷食，他可能没有那么多麻烦的。好可惜，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得见一个属灵的伟人，属灵的领袖，他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在他的里面，这种的底线是去到一个地步，死就死吧，我不会做的。在哪里看到呢？第9节，当安提波提佛的妻子要同他同枕的时候，他的回应，他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我怎可以做这样的大恶来到得罪神。这个就是他的底线，是绝对没有可能顺从的。然后跟着呢，他自己为自己设下他的基本的 boundary 防线。这些的底线包括到什么呢？第10节，后来他日日同约瑟讲，约瑟却不听从，不与他同寝。然后跟住后面的底线就是说避开他。他去这里约瑟就不去那里。他不在那里约瑟才会在那里。总之见到他他就避开。
逃避任何俾撒旦有机可乘嘅。呢个正正就系诗篇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嘅计谋，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亵渎人嘅座位，清清楚楚。但系好可惜，一啲要犯罪嘅人，你不从，你不做，你不站都好啦，佢都要搲你嘅。有一日，趁住冇人，波提佛嘅太太呢，就搲住佢嘅衫唔放，然后坚持要同佢一齐上床。约瑟喺呢啲咁嘅情形下边，佢点回应呢？佢系将佢嘅衫甩咗佢，金蝉退壳，走走到出去，有咁快走咁快。呢、这个问题呢，就系任呢个妇人讲乜。是因为这样，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被拉在监仓里面坐监。但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里面那种的底线，我们愿不愿意为了这样的原因，为了这样的底线，是神要我们谨守的原则，死就死吧，避开引诱，不会给罪有任何机会，会不会呢？第三个方面，一个属灵的领袖是绝对不会忘记去见证神。一个人做一件啱的事，竟然被人拉了去坐监，一定很容易怨天尤人。神啊，你盲的咩？你看不到我被人冤枉啊？你看不到我这样做一件好事，你为什么被我这样坐监啊？为什么要我去孭镬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就是通常我们人好多时候都会有嘅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往往喺呢啲嘅时候，我哋越问得多点解，我哋嘅里面就越辛苦，越瞓唔着，越激气，带嚟嘅结果我哋就越容易犯罪。但约瑟佢唔系，无论去到边个地方，佢仍然坚守，佢信嘅系耶和华，耶和华系佢嘅神，一定会保护佢。所以因为这样，无论去到哪个地方都好，他一定为神来到作见证。我们一起读一读41章15、16节，一起读。法老对约瑟说，我作了一梦，无人能解。我听见有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弟兄姊妹，在这些这样的境况里面，约瑟好清楚，好有信心，唔系我啊，而系在乎耶和华，系在乎神啊。佢一定会将平安嘅话嚟到回答你。大家要知道一个背景啊，当时嘅每一个唔同嘅国家都有佢哋自己嘅神嘅，而埃及呢个地方最大嘅神系边个呢？系法老王自己，其他嗰啲系冚唪唥嘅嘢都系神嘅。但如果约瑟是将他自己信奉的耶和华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他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险。这个险是什么？是斩，斩头，杀身之祸。纵使不是这件事，希伯来人都会被人标签，被人嘲笑，成为公众侮辱的对象。但是约瑟在那个时候，他完全不理其他的后果，他为的就是一有机会他要讲他的信仰的神，这个神一定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跟着我们再来到看一看第二部分，这个属灵领袖是一个有梦境有异象的属灵领袖。我们首先去睇一睇，到底约瑟嘅梦境异象系乜嘢呢？箴言29章18节，佢话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其实放肆呢个字呢，希伯来文你可以将佢翻译成为放屁。一个冇异象嘅人呢，就会放屁。人生冇目的，就去 kill time，
总之玩嗰啲嘅嘢呢完全唔知係为乜嘢嚟到玩嘅，就係日日就将嗰啲时间就摆到嗰度放撇晒。正经嘅嘢唔做，一定要做嘅嘢唔做，应该做嘅嘢唔做。我鍾意做嘅嘢就做。甚至都唔係佢鍾意做，不过就係唔知点打发时间，就日日去打发。我啱啱同屋企人去完愉景湾返嚟个车。30人个卡车，我数到得两个，即系除咗我啦，除咗我哋啦，系有两个咧，系冇攞住个手提电话出嚟笃嘅啫。哇，个个都系咁样，忙到不得了啊！哇，嗰啲手指都好快嘅，即系睇住佢哋，哇，一路咁样嘅。到底系咪嗰度捉嗰啲精灵咧？我唔知啊。但我哋睇到一样嘢，唔系净系咁样。落咗一路行一路都系咁笃㗎喎。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真係要諗一諗。神俾我哋做一个管家，唔系淨係我哋嘅品格，我哋嘅人生、金钱甚至时间，神都系要我哋做一个佢喜悦嘅管家。我哋点样管理我哋嘅时间呢？呢个都系我哋需要。嗰啲嘢系咪我一定要做㗎呢？嗰啲嘢系咪我应该要做㗎呢？好啦，一定要做，应该要做，做晒啦，我先去諗有边啲嘢系我想去。如果我哋忽略咗嗰啲一定要做，应该要做，而淨系做我哋想去做嘅嘢，我哋本身好容易都会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嚟讲，圣经话凡事都可行，但系无论系乜嘢嘢，我都唔会受佢限制。换句话嚟讲，唔会上瘾啊！你唔会做嗰件嘢呢，系上瘾到非做不可，唔会去到一个地步，你俾嗰样嘢已经霸占咗你嘅心。如果系咁呢，我哋要重新去谂一谂 addiction， 唔一定系烟嘅 addiction， 唔一定系毒品嘅 addiction， 唔一定系酒嘅 addiction， 亦都有可能捉精灵嘅 addiction 都唔定噶。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我哋需要喺呢个地方。嚟到去反省。而家我哋试一试睇一睇，点解会令到我哋感觉到时间太多，要消磨时间呢？系缺乏一种意象梦境，系愿意神更大使用我哋。我哋向各方面嚟进发。创世纪37:5-9，我哋首先睇一睇约瑟喺佢青少年嘅时候，佢已经系一个有梦境嘅人。我哋一起读，约瑟作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作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恨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越发恨他。后来他又作了一个梦，他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作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我告诉你听，连雅各啊都开始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仔，你癫了，你要你阿妈你老豆都要拜你，搞错啊你。各位亲爱的听众，如果你是约瑟，你发咗咁嘅梦，你都明知讲咗出嚟一定係俾人踩㗎喇，一定係俾人窒㗎喇，係闹到狗血淋头，甚至有机会伤害你，你会唔会讲出嚟呢？我成日喺度諗，约瑟佢好多恩赐，我以前都感觉到，但佢唔識 do 啊。所以帶嚟嘅结果呢，咩阿哥咁憎佢嘅呢？但后来我睇一睇，聖經係將約瑟呢一大堆嘅嘢冚不能记录落嚟。点解记录落嚟呀？係因为佢讲出嚟。係因为佢讲出嚟，所以聖經记录落嚟。係因为聖經记录落嚟，就俾人睇得见神俾人嘅意象，如果真係要俾佢嘅时间呢，这些东西是会有一个真真正正
梦境成真的印证，被人看见耶和华就是神。在这段的圣经的当中，明知道惹人批评，惹人诽谤，惹人重伤，令到人疏离他，若失他都是说，他不夸自己，他只是说我真的做了个梦，是梦而已，我是做了个梦。跟住第二个梦是为酒政善长解梦，我们一起看一看四十章。这一段的圣经九至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与我，在法老面前救我脱离。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善长见解梦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有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的肉。弟兄姊妹，你够不够胆讲的了？一般的人，约瑟是因为不肯跟波提佛的妻同枕，以致要坐监。但神的保守呢，不是在乎环境，而是心境。就在个监里面呢，他竟然是能够跟这些正要坐监坐在一起。我真的不明白，他都不是正要来的，为什么会跟皇帝的酒政和善长坐监走在一堆的呢？这个很特别，神有神的旨意。咁走一段时间呢，两个人都发梦啊。咁结果呢，酒政就将佢梦话俾佢听。咁约瑟解梦嘅时候呢，就非常清楚嚟到去将呢个梦里面讲緊乜嘢，佢得着嘅系乜，话晒俾佢听。三天之内你一定会出狱。法老会叫你恢复原职，你仍然系递杯喺法老嘅面前，或喺佢手中，同先前做酒政完全一样。然后跟住佢加多一句，我希望你得好处嘅时候，求你纪念我，我系冤枉的。事实系咁噶，求你喺法老嘅面前同我讲翻呢啲好话，以至可以救我脱离呢个监狱。好啦，当解完咗啦，然后跟住就到善长。前半句我相信人讲呢是人都会讲的。喂，唔靓咪冇所谓囉，咪俾佢怨一句囉。但係好听㗎嘛，起码。即係起码瞓得着㗎嘛。令到嗰个人瞓得着㗎。后面嗰度呢，你个危机就大啦。就善长个梦，佢直情解到明，佢就话三日之内法老斩你的头，然后将你挂在木头上，还有飞鸟来吃你的肉，你够不够胆讲了？我想问有几个人够胆举手？纵使你里面真是有这样的想法，是甚至有听到声音，祷告的时候听到是这样，你够不够胆讲出来？我心里就想，作死咩？你这样讲，好了，首先他已经憎咗你先啦，万一唔靓呢，你死梗啊！你敢咒我，你唔死，靓人你都话你，喂，你好残忍啫，你俾人瞓得着好唔好啊？点解要咁清楚嚟到讲？而且呢啲嘢真係非常非常大嘅一个迫害迫白大嘅灾难嚟㗎，点解要讲呢啲嘢呢？但约瑟喺佢心里面任何启迪，这个时间呢，政典未成立㗎。
神透过先祖、先知、使徒，是将神的话一路这样传递下来。里面他接受了什么，他就照讲什么。从约瑟的里面，我看得到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淋漓尽致表达他的恩赐。第二，我讲过，弱者错失机会，智者把握机会，强者创造机会。约瑟他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方法，就将他自己神给他的恩赐淋漓尽致表达。另外他是善于把握机会，而且创造机会。在我们今天，你为你的家着想也好，你为你的小组着想也好，你为你的亲戚朋友着想也好，这些的气质往往能够令到你在一个极度困难的境况里面，家人有重病甚至想轻生的情形下面，你能够带到他们得位，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秘笈。第三个梦，我们看到是更加重要，就是为法老解梦。这是一章25-30节，我们一起读。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但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是我对我对法老所说的，神已将所做的事。埃及必有七年大丰收，随后又有七个荒年，甚至埃及全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被饥荒所灭。在这段的圣经的当中，他绝对不惧怕，绝对不畏缩，一有机会他就将神给他的恩赐在合适的时候淋漓尽致来到表达。有很多的时候，失败的人往往会远没机会，但很多的时候呢，原来我们不是没机会，而是我们失去很多机会。弟兄姊妹，约瑟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因为把握到这些机会，以至我们看得见整个以色列族能够存留到今，他归功智慧。可以这么讲，他们不用全部死了，约瑟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背后就是因为神，但同样是人的配合。大家要想到这个梦稍有差错，必招杀身之祸。但约瑟深信，出于神的，神一定成就。我自己心里面深深的感觉到，是如果神给我们要做的事，如果我们失去一个机会，我们就后悔莫及。但当我们把握机会的时候，原来神会按着祂赐的，是让我们经历祂的恩典更多。跟着第二个方面，祂是用恩赐建立人为本的。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祂的恩赐是怎样建立人的呢？祂的恩赐，祂要建立整个埃及这个国家。祂的恩赐同样都是要建立个酒井。祂的恩赐是要建立所有看见这个记载的人他们对神的信心。在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兴讲见证，这是我们错失机会的。我们见到保罗信了主之后，他是多次多方将他的见证讲出来。所以呢，
无论是法官的面前、犹太人的面前、外邦人的面前，在圣经里面起码有三次记载他的见证。是因为这样，这个都激励我，无论去到哪个地方，对着的官都好，我会照样将我自己得救改变的见证会同他们分享。我也很欣赏田家炳伯伯他的得救的见证录低，是要用普通话讲，录低晒之后播出来，几个月的时间上万的人来到听他的见证。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在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经历神这么多的事，我们从来有没有想过神给我各方面的恩典，我要传扬他的名，我要分享出来。最后一个属灵领袖，他的心胸是非常广阔，待人以宽。创世纪45章三到第五节，三到第五节大家找到，我们一起看一看，就是当兄弟一起去到埃及，就是要籴粮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后来他们才突然之间发觉，哇，搞这么多事，原来那个在这里问他的宰相是谁来的，就是他们的兄弟。结果呢，就个个怕到面无人色，就是怕这个弟弟会拿他们条命报复被卖，即是那种的羞辱，过去坐监这些的羞辱。但是约瑟怎么对他们呢？我们一起读。约瑟对他的兄弟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但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们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兄弟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我看得见，原来饶恕不等于你忘记他了。有人讲一句说话， Forgive 就要 forget， 其实这个不合圣经的。你可以 forgive， 但你永远不会 forget 得到的，你不会不记得的，除非被人在个脑那里做一些手脚，将那个 memory system， 即是整个那个记忆那里呢，帮你麻痹了它。圣经的看法不是 forget， 我们可以 forgive， 但是你对以前发生的事有一个不同的领受，不同的诠释，这个才是圣经的看法。约瑟对他哥哥说，我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弟弟啊，我是约瑟啊。他没有忘记哥哥将他卖的经历的，没有的。但你看他怎么解释啊，你们不要因为将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啊。然后跟着他解释，其实这个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是叫我在你们之先来这里，目的是什么？是要保存生命，第二亦都存留以色列的余种。换句话来说，不只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整个族，所以他先差我来这个地方来到做过去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着失败，我们很容易气馁，我们很容易自怨自艾。当我们被一些的人伤害，我们往往耿耿于怀。但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感谢神？其实是因为他提醒了我们自己的不足，是因为他们提醒了我们自己需要面对的弱点，是因为他们教导了我们的功课。所以我们就当这个是什么呢？交学费学东西咯。我自己都是，在过去一年的里面是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的压力，
但我睇翻转头，神真系俾机会我哋学功课，亦都系俾我哋成个教会学功课，系我哋过去从未经历过嘅嘢，神要我哋去经历，目的系建立我哋，佢爱我哋。我哋一齐低头做祷告。真系天父，再一次多谢你嘅恩典。每一样发生嘅嘢都有你嘅美意。我求你俾我哋每一个嘅人喺约瑟嘅身上认定，你容许每一件事发生喺我哋嘅身上，必有你嘅美意。求你帮助我哋，唔好斤斤计较得失。得失唔系最重要，最紧要就是我哋喺当中学到乜嘢功课。求你保守我哋嘅心，叫我哋继续坚定倚靠你，不偏左右。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